呀，领导，还真是你。刚刚服务员上菜的时候，在门口听到你的声音，太巧了。这不肯总吗？怎么才来啊？这位是？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这部戏的那个投资人。投资人坎尼坎总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。啊，叔叔阿姨好，叫我坎尼就好了。好。这位是我妈的朋友赵阿姨，这是她女儿雪儿。你们好，也不错。你喜欢女生？不必了，我喜欢男人。看小姐来这里，想必也是吃饭的吧？别让你的朋友等急了。别提了，本来确实是跟朋友在这吃饭的，结果临时被人放鸽子了。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那确实蛮倒霉的。是啊。要不就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叔叔阿姨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啊，来，请坐吧。坐吧啊。嗯，坐。丫头，酒量不错啊。还行吧。像看小姐这样的女强人啊，平时啊总难免在外面喝酒应酬。哪像我们雪儿啊，喝两口就脸红了。不过要我说呀，女孩子家家的，在外面少喝点酒，不然容易被别人占便宜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在外面应酬从来都不喝酒的。这不今天都是自己家人吗？谁会占我便宜是吧？陪长辈喝两杯，我得让林叔叔尽兴不是？来，林叔叔，我再敬你一杯。瞧瞧。这丫头真会说话，是这个道理。我也没看时间，都这么晚了。我们雪儿啊，明天一早啊要上大提琴课。哎呦，天诺啊，要不你先送雪儿回去，也好认认门啊。雪儿，你住哪儿啊？要不我送她吧。你说你家教这么好，这么晚了一个男生送回家，这太不安全了。你不是喝酒了吗？啊，阿姨你放心，我有司机的。这样，叔叔，我再敬您一杯，我就先走了。改天我再陪您好好喝。让天诺去送吧。看你这孩子，进门还没吃两口，先吃点再走。是啊，还是天诺送吧。妈，这白酒啊！哎呀。